是丰收的一天。走喽！我们又回来。哎呦！我要摔倒了。情绪管理失败。天哪，这个不是我的那个点哎！哇塞，我每次来这边走过，居然都没有发现。错过路过，但是错过了。就是啊，在我的那个是在那边，从来没有发现过。我每次都是直接往里面走，从来不会在路上看。这是干的，要不要放这个小盒子里？到时候压坏了，多一点。对。呀，你看都坏了，但是好可惜。晒干的话，你再倒。这些你拿回去好了，我们都吃腻了，回家都不吃了，直接晒干了。水直接晒干了好了。这个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干了这个颜色。把它收了吧，你为什么太浪费了？好吧，把嘟嘟拿走。就是，走到我那边去，那个锁别忘了啊。来，就在这儿。我所有的都是在这里踩的，你脚底下也是呢，这边，那里也有，那这个也是，那里有个小机油劲儿，非常小的机油劲儿，好多，那里还有，去年就长了一点点，有一年就长了一个，不是吗？拿回去放汤里了，哦，这里还有这个冰上，得找找那个蘑菇哪去了，哦，你看这个旁边小的还在出，这个好大，那天也是在这里找到一个，这个好大。这么大一个，还相比较干净。对，这个还算是比较好洗，关键它是黑的，你也看不出来它脏不脏。哎，这边，这里还有，这还有呢。真的是看不出来，就是不跟你说这里有，你不知道。这里太黑了，这里好多，那里是新出来的。哇塞，那一片是新出来的，看来这个已经扩大了它的范围。哇，这个好大！哎，让我来拍一个，快点，来踩。拍完这个还有这个，哦，我直接跪着。哇，这个好大！哇塞，大丰收啊！这个好大呀，这还有一个。这是最多的一次，以前没那么多。给我个面子。对。因为你看，我都已经扫到了好几遍了，它还能长那么多。他每次看见，哎呀，又是他来了，算了。哎呦，这次带了一个新面孔，哎，我多拿一点。对了，哎呦，脚底下。我实在是太难发现了。是的，就一定告诉你在这一块儿，你才能找到。哎，你看这里又有，哇，这里有好大。在这挤一会儿吧，在这里踩一会儿吧。能踩不是踩。这里要都已经算是长大了哦，我上次来更小更密。哎，这里也长大了，哇，一直到那里，就我这里说，哎，这里那里，但是那个镜头拍不出来，因为它太小了。对，要这样贴地，他们说要用匍匐前进的采摘方式。哦，这个大，小的千万不要了。他们都很好奇我两个手踩的时候是怎么拍的，他说是嘴巴叼着手机。亏你们想得出来，装备有些简陋。你看我踩完蘑菇，我就感觉做了好多深蹲一样。第二天，好了，我给你拍了个视频，请看视频。半个小桶的，对，已经半桶了。你这桶带的太小了，实在是，到时候他们又要说了。你看到大的以后，你就会想，刚才那些小的为什么要剪？就是，我现在就在想，为什么刚才那些小的？对，啊，小的千万不要了，从你那边一直往我这里来，然后路上全部都是。哇，那里好大呀！是的呀，是的呀，踩踩踩！你踩，哇，这边对，就到处都是。那个我很写实的，一点都没夸张吗？夸张。对，就是这里好像还不是很多。像这种标准这种大小就是标准规格了。对，哇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哦，这个好大，往这里来。哇塞，快点！哇，我要开始了，快点！哇塞，就在这个旁边，看这么近，是第一眼看到这个，嘿，这里这两个好大，这些也好大，哎，赶紧踩了，不拍了，看看能不能符合审片标准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哇塞，这个好多，哇，哪里都有，对，我去旁边看看。